뚜룩. 在俄文穿的什么东西啊？我只能你从此为强调了。滑鼠果仁可以调你手掌高度哦。开始。马上来，我来哟。太懒了吧，一开始就给这么难的任务。拿起我的 AK。拿起你的 AK， 拿不起来。哎，你不会嘟进去吧？我拿起来了，拿起来了。我会也嘟进去。我等下我要让他倒过来。而且我今天 AK 你中完子弹之后还要上膛，要拉，那个拉很难拉，拉到天荒地老。我要先拿起来啊！维呢？维还在比业啦！为什么要比一个业在那边 reload？ 这确定会卡上去吗？会，很难，你要听卡一声。You sure？ AK 要前面先进去也很难呢。我来模拟一下，正常要怎么拿？正常不是应该？正常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办到。不是啊，正常要右手拿枪啦。哦，白痴，我用左手拿枪，难怪一个不对劲。天才吧？干，我的枪要喷走了，枪掉了怎么办？比中指跟摸自己奶头。真的拿不到哎。你完蛋了。怎么办？回来还在。还在摸空气，我可以 restart 吗？我没枪啊。好 ，re 吧。啊 ，re 波。干，我扳机是不应该扣的。转枪。哦，你看我。看，没扣很忙。你看我，你抬头，你看我这个位置。没扣。不是，你先看我拿的动作。等一下。是很标准。你妈超远。我拿超标准呢。你那个装不进去啊？凭什么？因为正常拿通常都装不进去，你不要装进去了吧？我已经拿起弹夹，又掉了。我在翻面啊。哎呦！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冲哪小。Oh no！ 放一支低能 AK 上子弹。完了。干嘛、啊？你的弹夹喷了。我子弹装上去，努力吧。哎、欸，干弹夹不要掉 ，no！ 你看我在干嘛？有看过拿枪去镀弹夹的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 ！No！ 不是吧？这样镀进去？感觉超难的，要镀。Why？ 为什么镀进去？它不会卡一声？会啊，会卡的。屁啦！哦，肯定你的失败。他有需要用正规的 AK reload 方法卡上去吗？哈、啊，那你没死啊？打我的 reload， 打不到。头好痛，我这样还卡不上去，你在耍我是吧？好了没？等你们嘞。是要推进去吗？你要渡一下，渡一下，渡一下，不对吧？干，那弹夹还给我掉地上，几掰？还好我还有一个弹夹在这。
如何啊？装的如何？他不给度。你看我，你要度多久？这枪肯定有问题。度，干！你那个度不上去啊，你那个要对很齐，他才会卡。很齐吗？哎！我知道。哎，哦耶！先要拉，怎么拉？就往后拉，那个很硬啊。用我的小指。用我的手抚摸。等一下，用我的手摸枪。是要用手掌去拉还是？我都用手掌拉，手掌你把它侧放着，然后用手掌握住，然后往后用力哦，用力哦，一定要用力哦。不能用勾的，勾不了。我觉得勾的很难用。Are you serious？ 握拳，你就用你的那个手掌去把它勾住，然后用力，一定要用力啊！就是滑鼠要很迅速的往后拉，食指给我勾啊！操！我觉得我上场已经很厉害，我已经全部做完了，我还开枪啊，只是没把你打死而已。还有。我怎么开枪啊？扣扳机啊！怎么扣？靠腰啊！你就把你的手指插进扳机里面按一下就好了。我在干嘛？扣扣！哎、欸！你要是我 ，Holy Jesus！ 我觉得正前方的人最好不要，正前方的人最好。他他妈的，他手给我不枪拿好啊！你这么小了，你不要跟我挥手。枪要掉了啦！枪掉了啦！干，算了啦，我已经上膛reload了，不错，还开了一枪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玩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上回去就只有两个人掉。啊，等一下！在你们穿的什么东西啊？不！我只能以冲刺为强调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摸枪？上膛啊！还要上膛？你还要干嘛？还要拉后面那根吗？对，我要拉后面那根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。我要拿，让我拿枪。你蹲不下来了。应该有两把吧？左边还有一把吧？左边没有。没有啊。干，那我这样子不就输了吗？Hello there！ 你的枪也掉了。那确实。不然我们比那个手枪的动作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不是这样吗？比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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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